我是羅戰叔啊。劍橋咧就阿伯用海山話啊錄影佢個啊 video 啊，同大家講幾句嘢。我是海山海平三方言攞錢啊！咁我咧就細個嘅時候咧就海平出世，但係出世冇幾耐咧就賣嘢先咧。我原本咧就向北屯嘅，我阿媽咧就賣嘢，我去嗌嘢後屯。咁啊，今年咧就同咧向你讲几句嘢。阿伯用海山话讲，睇下佢周围嘅环境点。我就系望住我又好闷。佢附近嘅环境啊，好靓啊！啊，要。花托四目，我觉得要有小数申请公园嘛，都三号的申请公园嘛，申请项目一胎中间那个公园，所以环境啊唔错啊。不過佢咧就成日要飛機經過，佢就可見住美國紐約嘅 JFK 飛機場。我呀，阿勤咧就来行下公园啦。我开始啊几十岁啊退休啦，我要开平担包啊，去光照光照啊出香港。我香港咧就屋市啦，温食啦。我呀去过台湾好几年啦，有五六年。咁我台湾咧就学讲光会啦，我香港咧就讲光照话啦。咁我要去过马来西亚，要去过新加坡。咁我去我奶咧就都学话嘅。所以我嗰时咧就识讲海山话啦、光照话啦、国会啦。咁我嗰时我美国咧就学讲美国印门啦、西班牙话啦。咁我移民去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要学讲马来西亚话啦。咁我要去過明年，年零兩年，咁我要學識講幾句明年話。我一世人咧就照未去，兒童可窮，咁啊窮緊要啦嚇，大世界啊，最緊要係。捱出校，我就是政府校人。我出世只有十一岁，乜都冇，饭都冇吃，照未去流浪。
我出嚟香港咧就学小学嘅，学中学，咁啊渐渐咧就学艺学嘅。咁学完艺学嘅咧就满月度啦，专家科系阿庆下。咁我读过好嘢喎，我香港嘅时候咧就揸过车啦。到过印度厂啦，要教过夜校啦，要到过香港嘅政府官员，都到咗26年啦，同香港政府阿公。咁啊，1992年咧，我就来我美国纽约，我纽约咧就。投資啊！凡係要銀碗嘅我都做，啊開車行啊，開炭鉱啊，開超級市場啊，賣屋啊，買啲屋咧就少到啦，家庭啱嘅咧就要賣要賣啦。咁我哋對細利嘅時候呢啊！紐約要攝鐵近屋，咁啊，有時賣業，有時賣出，咁佢始都還要開幾間。咁我啲住客咧就每年都要啊，要禮拜牙言，要麥麗姑言，要聽離壓經言。咁我啊紅石崗禮拜牛啊，我攞轉宿咧就。抛麻后招未开，我的英文名咧就系 Ian Stephen。嗰香港咧好姑姐咧，就叫我到香港望行教父。咁啊，好多年都识我嘅。嗰阵时啊，去了阿 New York 咧，只要一个目的。就是我美國換眼，咁我換咗眼啦，即係後置翻香港同埋開平，我開平海工廠嘅，我長沙人並我海工廠，就建置長沙碼頭嚟。我哋我一生年咧，要窮過。一捱過世界，開始算係溫溫和和啦，就開竅啦。咁啊，兒童咧開平戰爭梁上皇識我啊，大家係好氣勵。連請司機阿詹華啊，係我嘅好氣勵。我一生年咧就算系可乐，领夫孝贤，嗰阵时要带要女要几个孙，我去晓咧就阿勤行下公园啦，睇下风景啦，影下相啦，同啲好朋友饮下茶啦，我带睇下佢附近嘅环境啦，成日望住我咧，你好望嘅吓。我兼住阿飛用海山話講話，雖然我係海平海山人，冇家務嘅，一講嘢就以為係自己向嚟啦。This is Ian Stephen. Film this video in New York, USA. Today is.May 7, 2008, in the afternoon at 7 p.m. Thank you very much. You come to watch my video. This is Ian Stephen. Thank you.